99，这个是100，这拒绝率是100%。我这网速它有啥拒绝率啊？我是跑到2600了。对，我是双千兆。延迟率啊，对，拒绝，所以说网速越好，它给这个，这就是亚米2400兆的那个芯片级。昨天晚上11点到的。现货亚米，全新，官方质保180天。这就是亚米2400兆的那个。